两只台湾猕猴在屋顶上嬉戏追逐，玩躲猫猫。一旁还有好几只站在枝头上休息。猴群家族开趴，在小木屋外蹦蹦跳跳。但住在里头的游客可不这么想。最主要不要伤害到旅客啦。 不是迎接虫鸣鸟叫，而是猴群敲窗拍门的声响。日月潭游客中心小木屋就坐落在树林间，环境优美，还能远眺日月潭湖光山色。但疫情2年多以来，游客不如以往，不论是环湖步道，甚至码头边游艇上，处处可见猕猴身影。有的甚至抢食做事攻击。这是日月潭，所以是码头。有时候会跳到木屋的那个屋顶上。 那造成巨大的声响，大概7、8只左右，一只一个家族这样，有大有小。整个活动中心都是他们的游戏场。工作人员说，5年前猕猴家族从水社大山下来，大约有7到8只。日月潭猴群猖狂，与人争抢地盘。日管处只能一而再、再而三提醒游客别喂食，连对到眼都不行，避免人猴冲突。记者曾伟翔、韩志勤、吴鹏新，南投报道。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